日前，江苏省南通的一艘明斯克号航母发生大火，现场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据悉，这艘航母曾经在前苏联海军服役。8月16日，南通一艘航母起火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。视频显示，当天下午，停在水中的一艘航舰冒起阵阵白烟。目击者说，浓烟滚滚，但在远处看不到明火。另一视视频显示，天黑时，整座航舰黑烟滚滚，熊熊的红色火焰在燃烧。目击者说，目前还在烧，火势还蛮大的，还没有变小。截止16日晚间9时许，明斯克号航母的火势仍然很大。有拍摄视频的网民说，航母甲板上还有人员，而消防员集结在附近陆地上无法登舰。大陆网民表示，我们下午7点经过苏通大桥的时候，看见浓烟滚滚，想改成公园，内部在装修，结果起火了，放了好几年不动，这一改造就着火了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这艘明斯克号航母曾被前苏联海军所有，1993年退役后卖给韩国大宇重工集团，1998年中国一家公司接手明斯克号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个航母烧的这个顶子应该烧的就全部塌了。哎，这甲板上甲板上好像还有电灯，电灯光好像还有人啊。哦，还有人啊，这个电灯光甲板上呢还有灯亮在上面。它这个顶子上面就全部烧没用没有了，都烧到最后就烧塌掉了。开个屁，哦，它上面还有人呢，还有灯光在上面，甲板上还有人。现在都晚上8点半，将近9点钟了，烧了5个小时了，那还有人在上面，还有灯光在上面，消防员上不来，烧得一塌糊涂，路上全是119，西边大坝上无人机在上面。哦，一航空母该烧出来的，烧出来的航空该吃到倒的，吃到倒的啊，越烧越大。航母工人还在造呢，哎，这个航母怎么烧起来了？航母烧掉了，119都过来了呢，119在上面下不来呢，好多119，好几个了，好几个消防车了，现在不知道怎么下去了，航母烧掉了，航母烧起来了，烟大得很，哇，好大的黑烟，哇靠，一股焦味，还在造了，哎，这个航母怎么烧起来了？不担心。很累过了，渗透了了。它这个就是越陷越深。对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陷进去了。那它这个怎么办呀？等人来救援啊。这还是新车。8月15日，北京一十字路口，一辆大客车准备左转，海淀市政环卫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，强行插队，客车司机按喇叭提醒，
环卫车司机说自己被吓到了，停车阻拦，过了一会还追上来强行别车，最终将客车逼停。有在那边拐弯的吗？没事，我车上有全车监控，没事。前车，我赶紧你可以报警，没事。五环不让开了，你可以报警，你可以报警。我可以报警，哎，对，你可以报。你可把我吓住了。有人办的，政府单位的还是？他家从这边拐过来了，那边不让左转弯。他也先报警了？没报，他感冒嘛，他有理吗？他有理吗？吓死他！啊，他等于是那从直行线左转了。对，他别拦了。等单呢，红灯现在。我一个好端端的人，就把警察无警察警察关在这里，无聊啊无聊啊！苏新区派出所警察无缘无故的把我关到这里，啊！这种地方是正常人待的地方吗？警察是这样，无缘无故的关注我们，我一个正常的人，为什么他平白无故，没一辆证件的情况下带着我在这里，苏新区白鹿潭镇卫生院，我要控告他们侵犯人权，我要控告他们违反了人的道德伦理。他们是这样的人，还是警察吗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
人参皂带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带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带的吸收率高达 80% 以上，是红参的六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